振华演唱还独奏唱，因为2023年1月在 YouTube 影片看到善歌道歌，慈莲菩萨慈是受持的慈，修持的慈，莲花的莲，慈莲菩萨圣训，有提到振华常演，振华常演要名师指点才知道哦，眼睛是灵魂之窗啊，振华常演，所以。正华演唱应该读作唱，不是藏哦。因为有的法师念作藏，所以现在订正啊，正华演唱读作唱。参考慈莲菩萨，慈莲菩萨的圣训，正华常演，常演嘛，所以正华演唱，道歌唱出来的声音就是正华常演，正华常演的。道歌善歌叫做无上殊胜，网络搜寻无上殊胜，歌词里面就有正法常演，所以应该是根据这个正法演唱，所以应该念作唱，正法演唱。